包括现代影片在内的主流电影的创作和运作都必须深入研究并适应这种变化。具体来说，承担国家叙事的主流电影应当花大力气，运用大智慧，有效地缝合与商业类型叙事、民间叙事的距离。只有这样，我们的主流电影和国家叙事作品才能有效地吸引广大普通观众，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最终成为市场意义上的主流电影，实现自身的良性和可持续发展。机，用敌机，不是还没扔炸弹吗？接下来就完了。耶，走啊，主席！慌什么呀？烟。啊，不能再抽了。李司令，把主席抬上担架，吹风沟洞。是。这扔炸弹，也不见得能炸着我毛泽东。我得向中央负责。你炸着。快！快，慢点。还是要不通，继续要。是。周副主席，电报来了。遭到敌机轰炸，伤亡情况不明。轰炸的时候，谷里还蹲着菜，但没想到主席还没吃早餐，就又跑过去了。